乐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时尚博主徐锋利。我们现在呢是在迪奥的秀场，在我旁边的呢是知名的宋茜女士。那今天呢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开完秀之后感觉怎么样，最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印象最深的就是跟以往的迪奥的风格很不一样，很多新鲜的元素在里面，就是有豹纹啊，然后不光是衣服上面，然后还有就是墨镜上面也有豹纹的东西，所以还蛮让我感觉眼前一亮。那如果让你从秀场上拿一样单品走，你会带走？新款的包包。好，那说到包包，你平时自己收藏最多的单品是包吗？对，包包和鞋子。什么样的款最啊？只要好看的。对，不管大的小的，什么样子都有。明白。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平时的私下的穿搭吗？因为可能今天看秀啊，穿的会比较隆重一些，私下会怎么样去做造型？私下我是比较喜欢穿裤装的，也是会穿比如说西装裤啊，或者是牛仔裤，搭配一件简单一点的 T 恤或者是衬衫之类的。最后一个问题啊，跟我们乐视的网友分享一下你最近的一些大的动作，尤其是时尚方面的。最近啊，那我现在来巴黎看迪奥的秀啊，接下来还会有一些还会有电影上映，然后还会时装电影吗？电影里面也会有时装吗？因为是肯定是有这个风格在里面的。对，期待一下。谢谢。